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圈哥。今天您又逮着了，圈哥呀，给大伙带来道街边小吃臭豆腐制作方法。如果大家伙也喜欢这道街边美食，可以随着镜头继续往下看。首先，咱们准备一个盆儿，然后加入凉白开，放入两匙精盐，大概6克左右，然后把盐搅拌融化。好，咱们准备两块北方的卤水豆腐，然后把豆腐改下刀，大豆腐中间切一刀，把它一分两半，然后给它放倒，中间再切一刀，然后。汤烧开之后，咱们简单调味儿，鸡精一匙，3克左右，提味提鲜，胡椒粉2克，增加复合味儿，白糖2勺，大概6克左右。